哦，鼎宝古洋楼，哇，气派吧？这以前是豪门呐、啊。那我们来看看一个一个房间介绍啊，值不值得你买啊？就看得出来，虽然有这个壁癌，但是可以处理掉。嗯，哦，这个是古董，哈，古董呢，这今下古董都唱到假。然后古董床，我太太最喜欢的这种古董床。 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这个是厨房，厨房的结构还非常完整，很好，所以这一间重新粉刷啊，贴瓷砖，大概就没什么大碍了。好，然后。 中庭也是，一定要稍微整理一下，是给那个 Ken， 给康宁的老公来的话，这一间不得了。整理完的话，一级棒啊，那是另外一个侧门，所以这些也是一样，重新粉刷加防水处理。来到大厅了，嘿嘿，客厅，好，都先从左边这边开始看。 这是第二个房间，它是把它当成工具房的，放着一些杂物。那我们杂物不管，先只看主结构，也只是一个小壁癌而已。哇，所以这房子要好好的保留下来。哦，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粉刷一下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房间的另外一侧。 它隔成一个小工具间，所以房子也都没什么问题。然后楼梯啊，到时候这一定要改一个由电梯往上。楼梯上来之后，哇，主结构都很安全。哇，这个屋顶上这个梁很重要。今天来录影就是要录这个梁，这个屋顶都非常健康。 啊，预计大概花个300万，就可以把整个房子啊、哦，那个墙那个边要做一点防水处理，啊，跟重新粉刷。哇，先把左边的先看，都先看左边的，左边的啊，这个房子刚刚有拍了。 嗯哼，这可以当阁楼的啊，所以呢，主结构都 OK。左边的看完，好看一下，最棒的就在这里，最棒的就是它这个可以当成露天咖啡厅的这种模式啊。 当然，这有一些粉刷的一定要重新做，然后要学李董那个模式，把所有的那个水泥的部分呢都漆上那个防水漆，那个叫什么潜水头白宫一样那样的做法。我最欣赏就是这个阳台，嗯、是前面的啊，嗯哼，所以呢，虽然前面没办法。 开车到，那我们后面看，后面那个地方，哦，不要开这样门哎，从后面开车就可以停在这边。哦，光是这个阳台就多么让人有多少的惬意在这里，嗯。 树要把它除掉了啊！对，就喜欢这个阳台，重新整理之后，这可以当拍片的片场。水不？够看一盖。水不？反正都要整理过啊。嘿，好，来看另外一个房间。呵呵，最主要要看结构，结构都 OK 的，所以只要。花粉刷的费用跟防水费用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再装一个电梯，这样子就100分呐，大基督徒就变顶宝诶，豪门啊，窗户换掉或者把它上油漆，看起来这窗户还 OK 的木板，它不旧掉。好，下去了，我们介绍。 这个，它这边封起来啊，它改成房间了。那这个是杂物，这到时候是全部拿掉。铁下嘴啊，这古董，古董椅子，买厝送古董就是这個，买厝送古董。好，这个房间我们要从那边过去，其实要把它拉开就好了。那干嘛挡在这里？ 没去。都看杂物间了啊，太多杂物了啊，但是不错，房子结构都 OK 的。从这边开个门，接到后面的道路去，所以整个房子呢，这样子就非常有价值。 然后这是小侧门，小侧门应该还可以开，锁住了，收掉哎，好吧。好，现在来到的是浴室跟厕所，啊，那边比较严重是那个地方啊。 但是主结构都 OK 啊，厕所以现在科技啊，厕所一个简单，要装2个、3个都无所谓啊，都很好弄。OK， 所以这一次呢，仔细的拍这所有的洋楼的内部。 所以以后要粉刷重整的那个窗户要换掉，这个窗户也换掉。好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门面改漂亮一点。哎，这间厝，哎，你别人我有些门加讲一挂条，较大间的啦。哦，好吧。 这个，再看一下啊，所以有影，古早人较袂晓设计大门，迄门来弄较大较水，最起码遐大比较好看，对吧 ？OK， 没有广角的，太可惜了。